Under Chinese, a modular approach. Directions module, Unit 1, Drills. A. Expansion drill. Here's a new word you will need, the word for school. 学校学校 Example. Speaker. 他去学校 You. 他到学校去 One. 他去学校他到学校去 Two. 王同志去加拿大王同志到加拿大去 Three. 他来这里他到这里来 Four. 李先生去学校李先生到学校去 Five 陈女士来北京陈女士到北京来 Six 高同志去邮政局高同志到邮政局去 Seven孙夫人去哪里孙夫人到哪里去 B. Response drill Here is a new word you will need The word for restaurant 饭馆子饭馆子 Example Speaker 他到哪里去那个饭馆子 You他到那个饭馆子去。One. 他到哪里去？那个饭馆子。他到那个饭馆子去。Two. 陈先生到哪里去？台湾银行。陈先生到台湾银行去。Three.江太太到哪里去？学校。江太太到学校去。Four. 张小姐到哪里去？那个饭馆子。张小姐到那个饭馆子去。Five. 高先生到哪里去？五官处高先生到五官处去 Six 刘先生到哪里去华美咖啡厅刘先生到华美咖啡厅去 Seven 林女士到哪里去国宾大饭店林女士到国宾大饭店去。C. Transformation drill. Here is a new word you will need. The word for store. 商店商店 Example. Speaker. 你知道那个商店吗 You. 你知道不知道那个商店 One. 你知道那个商店吗你知道不知道那个商店 Two. 你知道那个学校吗你知道不知道那个学校 Three. 他知道台湾银行吗他知道不知道台湾银行 Four. 林先生知道那个商店吗
林先生知道不知道那个商店 ？5. 王太太知道这个饭馆子吗 王太太知道不知道这个饭馆子 ？6. 杨小姐知道圆山大饭店吗？杨小姐知道不知道圆山大饭店 ？7. 赵先生知道今日公司吗？赵先生知道不知道今日公司 ？D. Response drill. Example. Speaker. 你知道不知道华美咖啡厅 ？Yes. You.知道，华美咖啡厅在我们那儿。Or, speaker. 你知道不知道华美咖啡厅 ？No. You. 对不起，我不知道。One. 你知道不知道华美咖啡厅 ？Yes. 知道，华美咖啡厅在我们那儿。Two. 你知道不知道华美咖啡厅 ？No. 对不起，我不知道。Three. 你知道不知道第一公司 ？No. 对不起，我不知道。Four. 你知道不知道五官处 ？Yes.知道，五官处在我们那儿。Five. 你知道不知道台湾大学 ？No. 对不起，我不知道。Six. 你知道不知道美国新闻处 ？Yes. 知道，美国新闻处在我们那儿。Seven.你知道不知道那个饭馆子 ？No. 对不起，我不知道。E. Expansion drill. Example. Speaker. 到那里去。You. 请问到那里去怎么走 ？One. 到那里去。请问到那里去怎么走？Two. 到饭馆子去。请问到饭馆子去怎么走 ？Three. 到邮政局去。请问到邮政局去怎么走 ？Four. 到商店去。请问到商店去怎么走 ？Five. 到台湾大学去。请问到台湾大学去怎么走 ？Six. 到美国新闻处去。请问到美国新闻处去怎么走？Seven. 到华美咖啡厅去。请问到华美咖啡厅去怎么走 ？F. Transformation drill. Example. Speaker. 你知道到华美咖啡厅去怎么走吗 ？You. 你知道不知道到华美咖啡厅去怎么走？ One. 你知道到华美咖啡厅去怎么走吗？你知道不知道到华美咖啡厅去怎么走 ？Two. 你知道到台湾银行去怎么走吗？
你知道不知道到台湾银行去怎么走 ?3. 你知道到那个饭馆子去怎么走吗 ?4. 你知道不知道到那个饭馆子去怎么走 ?4. 你知道到那个商店去怎么走吗你知道不知道到那个商店去怎么走 ?5. 你知道到那个学校去怎么走吗你知道不知道到那个学校去怎么走 ?6. 你知道到咖啡厅去怎么走吗你知道不知道到咖啡厅去怎么走 ?7. 你知道到五官处去怎么走吗你知道不知道到五官处去怎么走 ?G. Expansion Drill. Example. Speaker. 先往左走再往右走路口You. 先往左走到了路口再往右走 1. 先往左走再往右走路口先往左走到了路口再往右走 2. 先往右走再往左走敦化路先往右走到了敦化路再往左走 3. 先一直走再往左走中山北路先一直走到了中山北路再往左走 4. 先往左走再往右走第二个路口先往左走到了第二个路口再往右走 5. 先往右走再往左走第三个路口先往右走到了第三个路口再往左走 6. 先一直走再往右走中华路先一直走到了中华路再往右走 7. 先往左走再往右走仁爱路先往左走到了仁爱路再往右走 H. Expansion Drill Example Speaker 从这里一直走对不对那里 U. 从这里到那里去一直走对不对 1. 从这里一直走对不对那里从这里到那里去一直走对不对 ?2. 从这里往左走对不对你家从这里到你家去往左走对不对 ?3. 从这里一直走对不对饭馆子。从这里到饭馆子去一直走对不对 ?4. 从这里往右走对不对咖啡厅。
从这里到咖啡厅去，往右走，对不对？ 5. 从这里往左走，对不对？邮政局。从这里到邮政局去，往左走，对不对？ 6. 从这里一直走，对不对？五官处。从这里到五官处去，一直走，对不对？ 7. 从这里往右走，对不对？学校。从这里到学校去，往右走，对不对？ I. Response Drill. Example. Speaker. 我知道华美咖啡厅。右。You. 请问从这里到华美咖啡厅去，往右走，对不对？ One. 我知道华美咖啡厅。右。请问从这里到华美咖啡厅去，往右走，对不对？ Two. 我知道那个饭馆子，左。请问从这里到那个饭馆子去，往左走，对不对？ Three. 我知道那个邮政局，右。请问从这里到那个邮政局去，往右走，对不对？ Four. 我知道台湾银行，左。请问从这里到台湾银行去，往左走，对不对？ Five.我知道五官处，一直。请问从这里到五官处去，一直走，对不对？ Six. 我知道美国学校，左。请问从这里到美国学校去，往左走，对不对？ Seven. 我知道那个商店，一直。请问从这里到那个商店去，一直走，对不对？ J. Response Drill. Example. Speaker.我知道华美咖啡厅，怎么走？ You. 请问到华美咖啡厅去，怎么走？ Or, speaker. 我知道华美咖啡厅。右。You. 请问从这里到华美咖啡厅去，往右走，对不对？ One. 我知道华美咖啡厅，怎么走？请问到华美咖啡厅去，怎么走？ Two. 我知道华美咖啡厅。右。请问从这里到华美咖啡厅去，往右走，对不对？ Three. 我知道那个学校，怎么走？请问到那个学校去，怎么走？ Four. 我知道那个商店，左。请问从这里到那个商店去，往左走，对不对？ Five.
我知道台湾银行有。请问从这里到台湾银行去往右走对不对？ Six， 我知道五官处怎么走。请问到五官处去怎么走？ Seven， 我知道那个饭馆子左。请问从这里到那个饭馆子去往左走对不对？ End of drills, Unit 1, Directions Module, Standard Chinese, a modular approach.